道祖师动画版第一集蓝景与蓝丝追出场，小咸鱼真心以为他们是双胞胎，长得像又都姓蓝，然而老书粉却说他们并不是亲兄弟，当场小咸鱼就懵了。蓝景一服了夷陵老祖，被老祖摸了一遍，打怪手时被老祖踹了一脚，外衣烧了。进深山老林后一直跟金如兰吵架，蓝丝追保护了刚飞里玩蓝景衣的夷陵老祖，进深山老林后一直在金如兰和蓝景衣身边劝架，别人打完怪手掏出小包包收起来，其实蓝景衣与蓝丝追并不像，脸和发型都不一样，可是为什么就是感觉像双胞胎呢？为什么就是会突然想不起被夷陵老祖摸了那个人是谁呢？小咸鱼突然想起不久前看中间管理陆力根川中提到的一句话，你们清一色的黑西服黑墨镜，谁闻得清你们谁是谁？其实帝爱集团的员工和外貌差距都很大，但是大家穿的都一样，立根穿就会很难分清谁是谁。蓝家人同吃同睡同劳动，一个个养得白白净净细细长长，加上里三层外三层包的严严实实的统一工作服，连莫德发饰都是一样的。别说是两个同龄的孩子，把蓝喜人那小老头拉过来剃了胡子一样像亲爹。男主角魏无羡身上也发生了一样的问题，莫玄宇强行现舍召回，以悟的魏无羡上自己神，从此莫玄宇消失，魏无羡以莫玄宇的肉身活下去。魏无羡与莫玄宇本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但是20年前的魏无羡与莫玄宇竟一直相似，拔下那根呆毛简直分不清谁是谁。如果不是魏无羡见到金陵时说过莫玄宇是金家的私生子，小咸鱼都要以为十几年前的夷陵老祖哪天喝醉干了什么对不起韩光君的事情。话说回来，金陵的证词靠谱吗？莫玄宇的亲爹地位稳吗？其实细看莫玄宇与魏无羡还是不像的，但是同款表情加上同黑底红边色系的服装，还有那全篇帅哥同款的红鼻头，怎么看都像私生子了。二次元分不清角色们到底谁是谁的尴尬情况时有发生。曾经有一部动画 JOKERJAME 挑战了人类听力的极限，一众主角因为工作性质特殊，每集变装，既肤色发型气质全部靠不住，只能努力记住他们每个人的声音。很多 3D 动画的小哥哥小姐姐拉出来只看脸一样像亲兄弟姐妹。